大家好，我是杨鲁门，这次担任地球日地球保卫战谜题的出题人。现在我要公布答案喽。上次的题目是：一、造成最近十年地球地表增温的原因 ：A. 氧气增加 ，B. 二氧化碳增加 ，C. 海平面上升。答案是 B. 二氧化碳增加。哦，你答对了吗？没猜对别灰心，请继续关心环境资讯协会，还有很多机会哦。别忘了4月22日，台湾地球日，请大家一起环响应做环保。那再见喽。